西班牙选手呢，也是一名现在在世界上排名比较靠前的人，入赛的一名高手啊。我们先来大体介绍一下他这几年取得的一些战绩。首先呢，是在2003年，也就是11月份的世界杯攀岩赛中国的深圳站中，能够赛事拿到了第9名。再就是在十月份，2003年攀岩赛法国站中，难度赛第3名。还有同样是10月份的世界杯攀岩赛捷克站，难度赛的第1名。还有意大利站难度赛的第1名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在西班牙站的第3名，意大利站的第2名，另外还有俄罗斯站的第7名。看来这位选手的战绩真的是很不错哦。还有是同样在奥地利呢，还有一个他是排名第2，在2002年的时候，我们中国深圳举办的国际攀岩大赛的难度赛，他也是拿了第2名。还有是也是2002年的世界攀岩赛斯洛文尼亚站的第1名。还有10月份也是2002年是世界杯攀岩赛意大利站的难度赛第7名。所以说现在出场的都是现在世界上比较顶尖的高手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要去欣赏他们的技术，他们在岩壁上优美的芭蕾。干嘛呀？干嘛？你可以看到啊，刚刚在一个我们两个岩板的接缝处。我们的运动员都能够用脚支撑住自己的身体。Gracias.
想睡觉。我看那个新掌鞭攀登也挺有意思的。新掌鞭的攀登也挺有意思的。欣赏一遍。对你教练也好。攀爬风格有点像那个韩国的那个新疆人，特硬的那个啊。这玩意儿就一样。非常漂亮的姿势。那哥们爬的。谁？刚才那个。新疆人。刚才那个，把前面那个西班牙的。登顶了。到顶了，西班牙的。啊。第二次了。那名选手在成功的几乎没有做什么休息啊，真的是一气呵成。他不翻上去根本就进不了决赛。我说他不翻上去根本进不了决赛。